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十一首《梦李白·其一》，杜甫。戍边一屯兵，先别点切切，赶南见里的玉铁无消息。个人任我忙，命我点香烟，关键在罗网，何以有也？穷灰变成魂，多晚不可切。魂来风林清，魂还官方歇。落我万恶量，有意较感谢。水千铺浪宽，无数高粱爹。晚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，